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Guest, good morning。这个讲话，本来我要请的，这个组委会的领导要请我来讲话，我的意思是请我那个同行大画家们，他们上来讲话。所以昨天晚上我还打电话通知了赵子田先生来讲话，不知道阴差阳错叫我来讲话，所以我只好。给大会说几句。首先应该感谢我们北京市的领导，北京市的关于我们这个艺博会的十九届的同仁的努力。十九届了，那就是十年头很长了。今天刚才有听主任说了，我们这个作品有5000多件呢。5000多件的作品，你在任何的博物馆、美术馆都看不到这么多，五花八门、各式各样、各种风格都有。我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也希望我的同僚们一样参与北京的文化活动。At me was getting colder. I told her, don't have the time. But could you come back to mine? She said, oh, do you think you are? I'm not some random. I see that you picked her from a bar. Touch your skin.Aphrodite.